black men's world。 现在是2:15，我在紧急做攻略。我就这样背一个书包，还有一个帆布袋，出发啦！我现在上火车了，然后去曼城机场。真的，今天利物浦天气太好了。然后我刚查了一下巴塞尔的天气。我现在已经被德语包围了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巴塞尔，但是问题是，没想到英国 Three 那个运营商到了这里，信号只有 E， 然后我的谷歌地图就根本没有办法定位，微信也下载不出来。然后我现在本来应该转车，但我根本找不到要转的地方在哪里。然后我刚刚只能抓住一个路人，说接人家的手机，能不能帮我用一下谷歌地图。天哪，我现在觉得我好对不起那一些，就之前经常在路上人家问你路怎么走的时候，你不是会说为什么你不看自己的手机，因为他们手机没网。天哪，我现在哇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站。我现在已经到住的地方了，然后房东好帅呀！来，让我们看一看。然后他是一个建筑师，我的老天！这是客厅，这是I'm the host. That's what you want me to say. I'm the host of the house, and pay you very well. 帅不帅？我没有说谎。可是这样美丽的夜晚，我竟然还有一个作业要写。刚刚房东说厨房有咖啡，想喝多少喝多少。明天见。早上现在去先喝个咖啡，没想到我们最后妥协来了星巴克。感觉有点价格，一杯卡布奇诺中杯6块吧。哇，我们现在到了巴塞尔美术馆，看看这栋楼多美呀。这个应该是新馆，但是现在关了。Okay, let's go. 走得淑女一点，小康。看完了。我的总结是
这真的是一个很外表看上去很硬核但有点东西的美术馆，但是太累了，再见，我要去吃饭了。 Clear all too soft for sound。真的太魔幻了，太喜欢了，每一个现在都想踩一踩，让它动一动。现在一个人坐在这个展馆的中央，然后现在脑袋里就有一个感觉，就是真的艺术是让你重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东西。哎呦，他突然进入我的镜头，搞得我有点紧张。就是人家就连一棵树都可以做成一支影片，但是它就还有公益意义和它本身就是废物利用的意义，然后你就觉得好感动啊。然后就是人真的很渺小，觉得艺术真的很伟大，就是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，人家做得太好了，我们还需要努力。风景美如画，神仙巴塞尔欢迎您来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逛超市，太爽了，真好，这样的街道真的很美，但是我的手机拍不出来，哎，看来要换设备。What?
晚上因为太困了就直接睡觉，然后现在好像起晚了，要赶紧走了，不说了。今天我的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，就是费雷勒基金会。参加那个他们这里推出的 24 stops， 就是他们在这个中间安排了好多好多那种小的那种装置艺术，比如说什么给鸟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你这样徒步走过去就不会很无聊。哎，神仙地方。外面的天气正如我的心情一样，然后我还没有跟我爸妈说我去瑞士这件事，然后刚刚跟我爸通过看我发的朋友圈说，哦，这两天去瑞士，我明天应该要跟他们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